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们的播客。今天我们要深入探讨一个乍一看可能有点平淡的话题，但相信我，这对所有车主来说都超级重要，尤其是随着冬天的到来。我们要讨论的是，当你在车里开热风时，是否应该按下那个空调按钮？你知道的，就是那个可以让你免于雾气挡风玻璃，或者让你的钱包变得更轻的按钮。哦哇，这太有趣了。所以这是否意味着空调在冬天就像是你车子的超级英雄？我一直以为它只是夏天用的。没错，可以说它是伪装的超级英雄。当你按下那个空调按钮时，压缩机开始工作，开始冷却空气。当空气通过蒸发器时，水蒸气会凝结成水滴，这正是我们想要去除的讨厌湿气。这就像你在炎热的日子里拿出一杯冷饮，杯子外面会出汗原理是一样的。哦，我明白了。所以这就像当你在做饭时试图保持眼镜不雾化，你知道的，当你在煮意大利面时，蒸汽让一切都变得模糊。正是如此，这是一个完美的比喻。就像你想要清晰地看到你在做什么，你也想要清晰地看到路。但是这里有个关键点，虽然空调有助于去雾，但它确实是有代价的。等等，你说的代价是什么意思？像它会让我的车跑得更慢吗？不完全是，更重要的是燃油消耗。当空调开启时，压缩机会消耗发动机的动力，这意味着你的发动机需要更努力的工作，燃烧更多的燃料。所以如果你在堵车时，你可能会注意到油表下降得更快。哦天哪，这真让人失望。所以这就像试图在杂货上省钱，但因为太累而花钱外卖。是的，这真是个好比喻。你试图节省燃油，但最终因为想要看清楚而使用了更多，所以关键是明智地使用空调。如果天气非常潮湿，或者你的窗户起雾，尽管按下那个按钮，但如果是干燥的日子，你可能想要跳过它，以节省一些油。明白了，所以这一切都是关于平衡，对吧？就像当你想要健康饮食，但在生日时仍然想要那一块蛋糕。正是如此，你想在享受驾驶的同时做出明智的选择。所以记住，如果你的窗户起雾或者湿度高，按下空调按钮和热风一起使用，但如果是晴天就保持关闭，节省一些燃油。哇，这太有帮助了，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我的车的空调，这就像是驾驶的全新世界。我很高兴你觉得有用，了解你的车是如何工作的，做出明智的决定是关键，所以下次你在车里时，当雾气袭来时，你就会知道该怎么做。哈哈，我一定要告诉他，这就像是给他一个超级英雄的秘密武器。